哎呀，倒霉得很哦。刚才出门把牌打呀，铜钱输了半了半呐、啊，输钱输得心中紧，无名之火，哎呀无处发，哎哎哎哎无处发。哼，千人，千人快来呀！婆婆回来了，小贱人呐、啊！到现在东边日头已三竿，贱人你为何迟迟不做饭？楚王正在把饭煮。在家呀，你不会到外面找找俺呀？啊，我到婶娘家照顾了。你婶娘啊，给着切太婆，脾气又跑，拽又多，俺们是就看坏吗？后来我又到大娘家找，也没找着。哎呀，你谁家不好找啊？偏偏到他家去找，我们从天公吵过架，还到他家去干什么呀？你俩为什么会吵架呢？哈，你还想关起爱来呀？你找俺是假，串门是正，还不做饭，饭量不成？是，这句去。娘，你想吃什么呢？哎呀，你呀，张家人吃的是家常饭，你和媳唠唠叨叨来多问，莫非你故意要来抢我喝？
相报什么嫌，娇子为娘不相思，养老少来阻老心，若不娇子为道苦，就在三亚临门宴，做一不好又不好，如果才睡婆婆冤啊，你这个贱人呐、一顿饭你都不会做，你在娘家干什么？要问为娘吃什么饭，我来教你。哎呀，你听着呀，听着，干饭稀饭娘不吃，你不会吃饱肚子怎么过？你不会分个光上几十个，为娘滚成那废鸡斗，你不会打劫七八牛楼阁，为娘滚成那怄气盘，你为何专门给娘发气手？发气手，叫你来做你。